过。那么我们2014年的会务报告第4页到15页，那么大家呢，我也不打算把它念下去了，因为很长。那么第6的议案就是许建仁，那个时候是许建仁做财政，那么他财政报告的时候是得到林道贵提议，方宇恒同乡注意通过。那么有关这个第7个讨论书面的提案，我们这边做上一次会员大会有2个提案。那么第1个提案就是我们有提起把我们在飞机场附近的大路旁的